大家好，今天来到了当地的脐橙清洗加工厂。这现在有一车脐橙拉到这边来了，然后要用这个机器把它清洗掉。因为这个脐橙它表面有那种有一层那个石灰呀、这个石灰是用来驱虫的。洗这个脐橙一斤是2毛钱，这一车是17000斤，也就算一下就是3000多块钱，感觉挺挣钱的这个加工厂。本来是下午清洗的，然后那个老板呢，下午他有事，然后就拖到了晚上才来清洗。这个是像流水线一样的，这还是比较先进的，这个都是机器操作。